起床啊！谁啦？一起落枕呀！出来！他这个起床未免太娇嗔了，对啊，谁叫他起床谁软干 ？Peace， 哇，哎呦，这真的没有第二个人帮你拍吗？吃饭饭啦 ，BB， 吃饭饭。哦，要去公司吗？去哪里？说说，奶哥叫起床，奶哥叫起床，快快快快快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对不对？还在那赖床，对不对？你再不起床的话，我，对不对？赶快起床！哇，五棍拿杯叫起床，这个嘟嘟嘟嘟，再不起床，我要亲你喽！五棍拿杯叫起床，好有效！baby 抱我 ，baby 抱哎，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，谁啊？起床了，好，我牵你，牵你哈，来。一二三，起床喽！哎，哎呦！谁？阿碧老师，阿碧老师那是 VIP 啊！谁啊？阿碧老师谁啊？阿碧老师，阿碧老师什么表情？不是，加钱！你怎么会弹错呢？又啊！谁呀？谁呀？起床了！起床啊！谁啊？一起落枕呀！出来！刘雨柔小妹妹，哎呦，来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这家伙太犯规了，哇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而且是那种男友的大 T 恤，对啊，就是，哎呦，跟你讲多少次，睡觉不要穿高跟鞋嘛，来不及动了，他这个起床未免太娇嗔了，对啊，起床而且撩头发，谁叫他起床谁软干，对不对啊？软干，没就你们啊，被他融化，会晕啊，会晕。而且赖床的时候，居然后面来一个甩尾，哇，阿咪老师已经不行了，哇，好羡慕他的朋友哦。你今天这一组有机会赢他吗？真的是起床走。对啊，蔡小姐啊，你这真的起床走？是真的自己拍的起床？自己拍啊？嗯。哎呦，自拍，哎，自己很有诚意。我讲自己拍乐趣多。嗯，对，而且真的吗？真的完全是素颜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完全素颜啊！完全素颜，直接来看。我先翘个脚。来，一二三 ，no。啊！哎呦，借过借过一下，宪哥，宪哥借过一下。哇，图片来讲，下面是根据这张照片呢。可是他真的是起床照，这是因为他眼睛是有血丝的那种，对，刚起床。这张真的蛮自然的。而且说真的，睡觉没有在穿衣服。啊，对，有道理。女生都不会穿内衣睡觉，其实而且他那个嘴巴真的超性感。受不了，是不是很符合主题？有，这个有，好贵哦，就是要这种模糊才是真的。我现在是在想，这是第一张，这是开小夜灯跟他在一起的。对，这第一张后面还有两张哎，越来越哇，那太贵了，太贵。第二张，我们看一下。你说自己拍这怎么自己拍？因为有自拍神器啊！不相信，还可以定时，他按时秒，有一支那个吗？哦，来，长长的那一支，各位自拍棒，不相信也罢，请看。Peace， 哇，哎呦，这真的没有第二个人帮你拍吗？这个没有啦，自拍啊！这个应该拍正面的嘛？你正面刚刚有啊，好像还有。哎，你窗户没关哎，我们今天正面、背面、侧面都有。那这个对面是哪里？对面就是住家。住家是送丢啊啦！哎，我不相信这是自己拍的，真的自己拍的。对啊，真的。这个角度，因为窗它是软的，这个手机哎相机放在这里一定会倒。没有，那个自拍神器可以立着，它有一个脚架。真的吗？你管人家哦，又不是你拍。自拍神器。对啊。好，来看看第三一张，一。二，怎样？什么说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干嘛，宪哥？不能看。对，一买会。二，刘雨柔的第三张。啊！那个
手，我这好像艺术画哦。哎呦，艺术画是什么？对、啊，一幅画。他这个叫颗粒太粗了，哎，不是什么艺术画。哇，但这一张，这张是性感啊。哇 ，sexy baby， 我觉得这真的拍得太好了，有点受不了了。他那个 pose 都超级到位，而且嘴巴很犯规，真的很犯规。师傅，你把我灌回五指山下吧。啊？那算了，难道我不想去吗？但可惜的是，他可能就是对我觉得相机的画质太低哦，反而蔡小杰看起来就真的比较像是有认真在拍东西、哦、来立通立通，可是他这个会激起我们就是像偷拍照的感觉、哦、有没有，因为他画质比较差、哎、那反而我们会想看、嗯、没错，好奇，对不对、欸、听他们这样讲，我们还真不知道谁会赢，有没有真的，对，难说难说，我没有把握，我觉得雨柔姐的我看到我都有感觉，有没有看，女人都有心机的，叫她雨柔姐，雨柔姐、哦、到底这边是刘雨柔一号，蔡小杰二号，哪一张能获胜呢？三、二、一，请投票。恭喜刘雨柔小姐。漏晒就不要拍拍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拍拍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，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， 就是这么简单。